苗栗县草桥乡出产番瓜，不过今年受到疫情的影响，唔但像一天天番瓜买唔买一夹哦，韩国小农种的番瓜受到疫情的影响，生意面目暗黑。为了做振兴县、农游县同合众县的生意，草桥乡农会就请了有名的料理先生，用直播的方式来示范番瓜的料理，希望简单的做法，向民众去买草桥的农产品来做好食的料理。从草桥番瓜切一块一块，再加上马铃薯，炖到规则的绵绵，再利用六盘鸡同一番瓜，可打做奶，加一调味，奶油做起一碗羹，当香当料嘅发色的番瓜汤。那我利用瓜泡诶，同番瓜泡出一堆堆卤叶，再加一土鸡素、砂糖、卤叶安布，腌面以后再微调为盐丝，做起当开胃嘅前菜。草桥乡农会前来有名嘅料理先生，同消费者示范番瓜嘅家常料理。很多的家常菜，南瓜呢，尽量把它应用到你的平常的日常里头，因为它是营养非常丰富的，请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好食材哦。除了卤番瓜同煮汤，番瓜切片搭配些盐肠，加上起司，做起当香的起司番瓜，做法无困难，都适合家庭主妇在屋卡料理。希望家庭安样的带动农民的番瓜销售。在我们小铺还是有一些很多的食材，像老师刚刚做的百香果南瓜啊，我们这边也有卖百香果，我们这边食材都很容易取得，那欢迎大家可以来小铺逛逛。草桥乡农会表示，农村小铺提供了当地食材搭配料理，农会副菜也陈新县、农油县、合创县也着发通开始以前叫宣传，而同农民来贩卖农产品。客家新闻总司命，美丽报道。